一点。狗出去抄，这三个词你给我写十遍。狗被称为狗出去抄。二的。一。二的。词语呢，读得很好。这个没有错词啊。那现在第一了。妈，今天又是这样子，他语数作业一下没写。不能吧 ？Paper, jump, 字写这么乱。L O G, 这是什么 ？L O Y。爸爸给我写五遍，这三个词你又给我写十遍。十遍。今天我必须要看到第十自然段和第十一自然段，给我抄一遍。抄一遍。这个没有错词啊。那就在第一了。Lucky Dragon。最大一点，给我出去抄。不过被称高考题表。二的。一。二的。然后四的。四。四得八。四得十二。四得十六。好，去。四。多少？四十六。啊，四十六啊。4520。然后你再把这个动作，明天我抽啥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个动作给我表演十遍。15520。多少？46130，46三十一。哦，把四乘四，一直到四乘一减乘四十。然后你今天数学学了啥？你明天去学点啥？你也不知道吧？不知道啊。老师跟我说你今天数学写的啥？数学书本打开。不用打。打开吗？说。忘了。这数学啥了？明天我以后问你数学书你要学啥了，你必须搞。你现在给我去写这个，把你今天补回来。然后呢，在明天中午之前，我要看到你把这个好写。妈，你看啊。嗯。二宝呢？等会儿要把这页写完，就这页。嗯，这页写完，嗯，然后呢，拿着他的数学本，嗯，再把这页的题抄一遍，然后写。那我给他复印行不行啊？可以。好。词语呢，读得很好，这个没有错词啊。那就在第一位。哎。No。走，哎。